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今天带给大家攻略原神红变的一神效应活动攻略拍照的第三关，是这个第三关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是进行普通攻击啊，或者元素战技之后，我们停止行动，那就可以产生这个超感光力了，和前两天不一样啊。来，我们先开始，开始了之后呢，来，我们先放这个战技，大家看，我们放完战技之后立刻停止，不要按键盘了啊，就可以产生这个超感光力。如果说按了一下没有产生的话呢，我们接着这个往下行动，也没有的话呢，我们就接着往下行动，反正大家打完之后呢就停一停，看看有没有光力。然后今天这个分数啊，我们要打到这个1000分。好，这边武功完，反正啊这个武光力已经拿，然后洗刷痕吧。第一、二、三，我们放第三个的时候停一下啊，不然的话呢，确实有点那个、哦、太倒这个节奏了。这就神域揭示了你的到来，这边清一下怪，超感光力也要拿，这个怪物的这个积分也要拿，两边同时定。好，这边再拿一个光力，不远。嗯，那对，是啊，先再清几只怪就差不多了。OK， 好，分数够了，这边直接退。啊，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，今天这个第三关，那我们继续明天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